水货，一只杯子，回忆起往事，忽然觉得伤悲。他喃喃自语，我活着无非是每天装水，多么单调无聊的工作，我就是传说中的水货吧。杯子忍不住哭了起来，泪流满面。主人发现了，惊讶道，咦，好好的杯子居然漏水了。于是这只多愁善感的杯子被丢进了垃圾堆。上班等于有钱，有钱等于快乐，所以上班等于快乐吗？推理过程好像没毛病，但结论却和感知不一样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空虚，这几天他觉得自己特别空虚，甚至用一根针扎破皮囊，体内都没有气体可以释放出来，他惊呼真空了。